爸爸呢瞒着妈妈跑到香港去，然后回来以后呢就说我花了500万买了这两只鸟。哦，爸爸没看完你们的节目说，哦，这两只鸟真是有够值钱。其实我同意他说的，他有可能是到6000万顶建价。六，今天晚上11点，敬请锁定东森财经新闻台《梦想街57号》。